这个你在这里干啥呀？我在吃辣条呀。你这辣条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要不待会我用这个大大的竹筒给你做一道香喷喷的竹筒鸡中翅，怎么样？那你赶紧给我安排。OK， 兄弟们，今天就用这个大大的竹筒给小兵哥做一道香喷喷的竹筒鸡中翅。新疆大大的竹筒，还有肥肥的鸡翅，一块清洗干净。有助于调味，能吃辣的可以安排一点2.5毫升的辣椒粉，条件好的话可以加点万